那两个地方的孩子呢，每个20天呢就要输，每人呢输两个单位的 A 型水，也就是400毫升的水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就已经知道他的脐带血啊可以移植给他哥哥，但是还不够，所以呢现在又要他来啊住院，从他身上抽些骨髓，一起提取那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给他哥。妹妹想去睇你啊，跟你讲话。不想看到小孩这么可怜呢，经常要背着血带啊。打针啊，这样来度过一生啊！希望啊，社会上呢，热心人士呢，帮我们啊度过这个难关，拉拉我们啊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啊！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